家好，今天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个来自韩国的器械设备公司，他们叫 MIKT， 他们是做这个造船系列的切割用工具的，他们是做了一个产业上的先例，他们通过没有电源，然后来做到这个切割的模式，他们是通过直接用氧气还有燃气泵进去，然后直接做切割的工艺。因为在这个造船这个产业中呢，经常会有因为电器啊，因为电力要接进去所造成的事故，然后呢这个公司，我们 MIKT 公司为了弥补这些缺点，所以研发了数年，然后达到了这些产品。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和现有的切割机不同的呢，他们是不需要接任何的电力的，所以在这个下雨天也好啊，然后停电的时候也好，他们可以无需接到电力，直接可以附着在什么上就可以使用。然后这一款100和200这两款产品呢是有磁铁的，所以说在这个造船的这个现场中的话，它可以直接贴在这个船体上直接进行作业。因为它使用的是非电动机，所以和平常的这种的器切割机相比呢，它会产生更少的热量，通常作业的话需要4到6个小时，所以这种没有通电的电机它会产生更少的热量，而它通过空气来驱动里面的空气马达，所以达到效果是一样的，而且可以更持久的进行作业，减少了这种维护的费用，而且还会减少很多这个因为通电所导致的产业事故。这个产品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没有电源，所以说可以携带于任何地方，随时附着，随时使用。他们的氧气呢通过这里气泵泵进去之后，然后根据这个里面的空气马达作为分流，然后一部分作为高压氧气，然后另一部分作为低压氧气，这两部分通过这里 来控制，这里来控制之后呢，然后在最终的切割的这里呢产生这个切割的效果。对，所以说或者是平面呀，这可以贴上去之后呢可以直接使用，具有非常优秀的耐用性和非常卓越的这个便携的使用体验。所以我们这种电源机呢，它是从2014年之后开始研发，经过了无数的实验，然后并且拥有了大量的专利，现在我们从最近2年开始已经开始了批量生产，批量生产之后呢，我们将会跟中国呀各个国家做非常多的开发和研究，而且做非常大的出口的考验。这样的切割机是在这个造船领域中必要的这个设备，然后通过这个线来接进去氧气，这一个线来接进去这个燃气，天然气，然后通过这个直接切割的办法呢，可以非常的优秀的发挥这种便携的效果，然后在造船领域上呢会非常的得到非常多的这个优惠的体验，这个非常卓越的体验。然后他们现在这个公司已经和韩国的各个大企业已经签订了合同，现在有几款已经供于这个三星造船啊，还有重工啊这样的公司里，所以说非常有用的这种的切割设备是我们公司最大的亮点。然后因为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生产呢，现在已经可以达到了批量化的这样的设计，所以说今后也会大量的然后充分的供给于这个不同的国家的造船公司。所以说这个实行可以在墙上切割呀，然后可以在斜面上切割，是非常适合我们造船企业的。然后它这个最大优点再重复一下的话呢，就是它可以没有接电可以直接使用，因为平常的这种的切割机呢接电的话会造成非常多的这个产业事故，而且过热呢也会造成起火，然后因为电机会经常使用造成它们的劳损，所以说这种无电机直接用这个空气来驱动的马达呢是产业上革命化，你可以很大的降低维护和成本的费用，维护和维修的费用，然后他们这样的耐用性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卓越的。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产品呢从2021年开始批量生产，然后已经签订了很多海外的独家合同，因为我们这样的产品可以就是很大的保护安全，
所以我们这样的产品希望大家能够尽多的发现他们的改良优秀之处，然后给大家的产业上也带来非常安全卓越的体验。谢谢。